这里真的有水鬼吗？有啦，之前有一种队长的，还有那个什么之前全中运冠军选手来这里练习的时候，差点溺死。钟瑶和林子闳回想到高中时期一起去游泳池探险，没想到同学大吼一声，林子闳掉入水中，差点溺水。我明明就很喜欢一个男生，我还骗他说我不喜欢他，那次我的初吻，我亏大了。 钟瑶在水里救回了林子闳，两人上岸还斗嘴。这是偶像剧《艾蜜莉的五件事》非常重要的一场戏，交代了男女主角其实从高中就有了暧昧情愫。因为你们今天拍了好多次跳来跳去的，刚刚我们两个人水性都还不错，对啊，其实拍得很蛮顺利的。嗯，其实我们两个水性都蛮好，所以里面的表情我快就抓到啦。嗯。 两人水性真的不错，从画面来看，水里接吻也很浪漫，但其实拍摄的过程苦不堪言。我是溺水，所以我鼻子不能一直吐气，所以其实你在救我之前，你光是在扶我的时候，然后尤其是把我脸往上的时候，那个水的压力整个灌进我鼻腔，然后到这里面这样子。 林子闳拍这场戏差点假戏真做变成了溺水，不过为戏牺牲有了代价。艾米丽的五件事坚持拍出好戏，观众的评价都很高，两人故事将如何发展，大家都很期待。东森陈怡、丁凯在台北报道。